真的有声音吗？有。大家有听到？有。好，谢谢。基本上就是为了凸显出刚才前面唱的多好，所以我站了上来。不对，是所以我们站了上来。所以我们站了上来。好，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是戴爱玲的《对的人》。对不起，我可以对个 key 吗？然后我是6年前，然后遇到布拉老师，开始当他的舞者工作，然后一路跟他走过很多舞台，然后现在第6年回到了台东，然后，当初布拉老师跟我说他要回到台东成立舞团，然后做这件对他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我现在还在台北工作，我有自己的舞团在台北，可是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当我有空的时候，我有时间我就会到台东来跟他一起跳舞。可是我怎么知道我这礼拜二刚过来，然后大家都在唱歌，没有在跳舞，所以
我有种就是不太知道说我这样的歌声可以帮上什么忙，可是我努力，我在这几天也学了一点歌，我决定我也要唱一下。不用音乐吗？等一下让我想一下哦，我很害怕。喝完以后呀，然后嘞是这一种吗？加 ，OK。嗯噔噔，喝完以后呀，哎是吗？是这样吗？他们说，加那扫阿来呀，哎呀百万，喝完那嘿哟嘿。加那扫阿来呀，哎呀百万，嘿哟嘿，嘿哟嘿，咿呀吼嗨呀。好，谢谢。哦，他们真的非常会唱歌，我们再给他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真的是，接下来要介绍这位是我们的那个BDC 的战团之宝哦，他的歌声有如就是星光第四届，有如命就是嘿。然后我们接下来好好的听一下他的歌声，我欢迎文凯。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唱歌。然后我刚刚自我介绍过了，我是文凯，我是来自多良的台湾族。那今天什么歌？好，现在来一首中文的歌，国语歌曲是来自阿杜的《失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谢谢。没有了啦，时间不早了。最高点，乘着夜一片往前飞。
巧的甜，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陪着轻轻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静静看着他的脸，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又属于 Together Together刚刚的节目是比较静态一点的音乐分享，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BTC 有四位很厉害的元老级的舞者，他们非常的充满活力，非常的热情，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见识到我们在排练场的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是多么的欢乐，有了他们这个四个。那我今天就先介绍一位来先介绍一位出场，然后他等一下会介绍他的其他的好朋友，他们的 partner。那我先邀请我们的舞团的舞者兼行政最优秀肚子最大年纪比我大一点的林定徐金密。好，我们直接先开始。哎，我们会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哈。啊哦好，那个歌人跟我讲说要跟大家讲，我们不是最厉害的，我们只是在团里面年纪比较大，有点死撑苦撑的一种。来，掌声鼓励，谢谢。